咱的叶市长吼，局长，咱的陈若翠议员，咱的区长吼，恭喜啦，一天五年啦，咱曾俊杰，咱以先吼，拄则童彦真议员，咱遮的主任嘛，咱公车吼，咱遮的客运公司啊，遮的董事长、总经理。咱家李丁表李丁嘛，家的许多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。我遐往看讲脱单公车啦，我遐往想无讲脱单公车是啥？就是要先乡先举啊，对不对？对啦，坐到这架脱单公车吼，少年的甲左右拢爱说你，过来向向有人甲你动一下吼，你就要注意啊。就是讲机会来啊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若有去坐，我哪会注意呢？但是我去给阮某讲是，叶副市长，你唔通害我。我是万宁宫，我才会注意委员。其实吼，阮这间宫三百多年啊，尤其是阮内面一尊月老、月老神君啊，就是专门咧牵红线。如果若是讲青少年恋爱中，带来这给拜拜一下吼，保证永远不分离。但是若如果无对象的，就来这甲祈求一下，讲我着几岁啊，某咪人，我着想要一个啊圆满的家庭，我要脱单啊吼，来拜上三遍就好啊。甲阮的月老心经拍一个鼓来吼。今仔日。咱的公车局吼，哇，咱的交通局吼，办这个有意义的活动，事实，高雄市政府，上至韩国瑜市长，下至任何一个公务人员，包括阮高雄市议会，会当讲每一个，拢总为着咱高雄市，的经济咧拍拼，事实。韩国瑜就是甲即卖两个号码，高雄市就是不一样。人入来啊，咱的会也要搁卖出去啊。尤其是因六点啊，又搁咱韩市长啊，市府团队、甲农业局去，甲渔业，甲广州、甲潮州，又搁签合约啊。会当讲。打两个号码，接到的订单不计其数，尤其是高雄市议会，但我这不是行政单位，但是足侪透过议会，要来含咱市政府接受的，我讲无一百摊，我有六十摊，所以讲间隔高雄市闹热滚滚，所以咱的韩市长讲高雄市。在咱几冬的时间内，要甲拍破五百万的人口数，要拍破五百万要安怎？就是爱生啦，对不对？爱生啦，对不对？所以高雄市长甲议会吼，拢鼓励即摆少年家，大家加生几个，增产报事，增产报事啦吼。嘛讲实在讲的。高雄市政府哦，上一个良方的，即马着规个经济渐渐起来，人要有头路，着先想看讲哦，伊若生，咱尽量甲补助，互较优惠的，安尼大家拢总生了，佫有头路做根本，安尼人拢无烦恼的。爱记哈，坐上爱情脱单公车，老人甲伊动一下，尿一下都爱说伊哦，就是我的月老心经。要来看安山，好不好？好，祝今仔的大会吼圆满，谢谢。